奶瓶去蹦迪。牛，谢谢小猛哥哥，还有没有感谢到的？谢谢谢谢，还有没有感谢到的宝宝们啊？看啊，稍等一下啊，弄一样东西。想听什么歌还滑不动啊？那不是开玩笑的歌吗？一首滑不动送给大家。
谢飘雪哥哥，好多送礼物的宝贝，谢谢谢谢一文字一串数字哥哥，谢谢谢谢多正，谢谢，哎呀，谢谢等待哥，谢谢心痛哥，谢谢谢谢谢谢日商，谢谢紫山龙王，谢谢谢，哎呀，好多好多看不都顶上去了，看不到了。嗯，欢迎后进来的宝贝，谢谢冰冷四过，哇，卡黄了卡黄了，谢谢谢谢冰冷四过，谢谢大家的生日，谢谢谢谢生日你哥六九，没事，就是。
很特别的东西。今天我那个逛街的时候，可能不知道，可能大家不知道逛街是啥意思。逛街那个就是上街了，就是逛商场。对，谢谢仙子，谢谢谢谢谢谢。完了，那个我买了一件你们特别熟悉的一个东西啊，也是我以前经常戴的，就是你们特别熟悉，以前经常戴的，就是让我搬家弄丢了。我给你们拿过来啊，谢谢兔子，卡黄了卡黄了，把你们好友关上啊。稍微等一会儿，平淡哥哥好久不见，一会儿跟你聊会儿天啊，一会儿给你们唱歌啊，一会儿给你们唱歌。一会儿给你拿回来你就知道是什么了啊。有点不适合戴这个。平淡哥有没有想听的什么歌？谢谢兔，谢谢
望大家都可以还俗，攒了423，就这样。俗家弟子我们都是。考你们，哎，对，考你们一个这个脑筋急转弯哈，这个是真事儿。寂寞是你给的苦，这个不会呀，等我学。是男的唱还是女的唱呢？为什么我到寺院不用花门票？请回答。为什么？为什么？不是你姑啊。谢谢云海哥。为什么到寺院不用花门票？正常你们都是收门票的啊，你们大家凡是进去都是要收门票的啊，只有我啊，我不知道别人可不可以啊，但是我去不用花门票。我有啥证啊？我是有证，什么证啊？对，皈依了。我就是全国各地啊，去寺院我都是不用花钱的。皈依，我是俗家弟子，你皈依。酒肉穿肠过。听丹哥还想听什么歌吧？那个歌我不会呀。佛祖心中留，但是你的皈依证在我这儿呢，是吗？啊，搁你那儿呢。你不说要借一用吗？完了就是，是，为啥搁他那是这么回事儿？完了说你不有皈依证吗？皈依证完了那个，我说菲儿，亲爱的，想着你，这个会。皈依证完了那个说借我用用呗，我说不行啊，我这是女的呀。他说没事，我打扮一下，我就能进去了。哎呀，画的那家伙，完了，一看皈依证照片，说那个大姐，这证上的照片和你反差这么大呢？完了，读读更有意思。他说啊，我刚坐完月子。以前我是没发面的馒头，现在我是已经成熟的馒头，就刚出锅的馒头发了。缘分让我认识了你，从此我就爱上你。朝暮梦想的全是你，时时刻刻把你记心底，只想听到你的声音，是那我永远的着迷。放下所有却放不下你，因为你就是我生命唯一。就是你，刻下你的名字在我心里，一定把你好好的珍惜。想着你亲爱的，在我心里想的全是你，许下一个心愿一生陪你，你就是我生命的奇迹。谢谢谢谢平南哥哥，谢谢，你来以后不用刷礼物了，想想这刷的给菲儿支持的已经够多的了，心满意足了，谢谢平南哥。缘分让我认识了你，从此我就爱上你，朝朝暮暮想的全是你，时刻把你记在我心里，想听到你的声音，是那么大的着迷。放下所有却放不下你，
因为你就是我生命唯一。想着你亲爱的，在我梦里梦的全是你，刻下你的名字在我心里，一定把你好好的珍惜。想着你亲爱的，在我心里想的全是你，下一个心愿，一生陪你，你就是我生命的奇迹。想着你亲爱的，在我梦里梦的全是你，刻下你的名字在我心里，一定把你好好的珍惜。想着你亲爱的，在我心里想全是你，许下一个心愿，一生陪你，你就是我生命的奇迹。我爱你，谢谢小天哥。名字叫想着你亲爱的，喜欢菲儿的可以点点菲儿的直播室通知啊，点一首赠一首的。夏天哥想听什么歌吗？Hello， 欢迎蓝天哥，还有西华哥、宝云哥、球球哥哥、陆宇哥、记忆哥哥、小宝哥哥，还有小霹雳哥，谢谢宝宝们。等待了一天又一天，只为了那一句誓言，相思的苦都这么甜，永远不怕寂寞遥远。想你的时候往往甜，那颗星星是你的眼，总为离开飞而实现。
有阴晴圆缺，就是那么把声音降下来了，省得一会儿唱歌今天要直播到10:30左右还太累。但愿人长久。